刚到场的朋友，你们好。这位就是陶喆，相信你们非常的熟悉哈。跟你们说，我们一月份马上就会即将见面，然后呢，以后我也会常常在新加坡出现，所以如果看到我的话，不要跟我打招呼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下次我们一起约在那个文东记吃鸡饭。好哎、欸，好不好？好吃啊！好吃啊！我是啊，很好吃嘞。对，我是那个 breast meat no skin， 对不对？好，再次谢谢陶喆。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大家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